感谢 Alex 刚才您的介绍，各位下午好。我叫 Taylor，我主要负责的是能源平衡，我是属于这个国际能源署的统计局，这边年度统计调查的负责人，所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和能源平衡相关的，当然最后也会有提问的环节。所以随时有问题也可以写在群组里，或者是在提问的环节提出来。我的同事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了不同类型的能源产品，比如说在整个国家的能源体系当中的种种不同的能源产品。那么，国际我们的能源平衡呢，是将这种不同的能源产品组合起来，让我们有一个更全面的概观，了解这个能源的供给以及需求的平衡。今天我会大致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概念，怎么去达到这种平衡，特别是国际能源署的能源平衡的这个。介绍，它是基于国际推荐的。那么最后也会给大家一些实际的例子。我想先请大家到 Menti 上去。我的问题是，您的国家是否目前正在产生国家级的能源平衡？请大家连入 menti.com。是的，So I see that, many of you, many所以German 我看到很多人回答，都说的确，都已经在开发，或者是有这么一个能源平衡表，或是有这样的一个能源平衡的建构这样的一个系统。我希望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工具，帮助您更好的去建构你的能源体系平衡，或者是能够从现在开始创建一个新的平衡体系。让我现在回到。刚才的介绍，首先我们问一个问题：能源平衡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讲过的，能源平衡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纵观能源的供给和需求两面，在整个能源国家能源体系下，是否达到平衡的情况。要了解到，这个国家的领土领域，还有在一个固定的时期里面，我们去记录所有能源产品的进出。在这边我们看到能源平衡上面呢，我们有几个主要的模块。第一，最上面。是我们的供应面，比如说供应的能源流，包括生产、进出口，然后最后呢，我们将它记录在右边的这边这个地方。接下来有在我们有转化的模块，最后有消耗的模块。所以这是三个部分呢，构成了整个能源平衡表。当然，我们也要涵盖不同的能源类型，包括油、煤、天然气等等。所有的能源产品呢，都是用能源单位来显示，因为在我们的大宗商品，有的时候会以千吨、或以太焦等等，来不同的单位来计算。但是在我们的能源平衡表里面，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能源产品类型转化为能源单位，让我们能够
以可比较的数字，构建构一个和谐的一致性的这么一个平衡表。另外一个概念，另外去怎么去将这样一个平衡表视觉化？它其实是一个平衡表的反向的逆向的一个表示。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列垂直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能源产品是怎么被供应的，怎么被消耗的。这是我们的能源平衡视觉化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我们必须要先建构一个表格，然后从这表格把它转化成这种视觉性的表示的图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要它的一个优势就是让我们能够比较不同的产品，而且也可以比较不同的能源体系，在几个国家之间，不同能源体系的比较，因为我们的总能源供应或总能源消耗，也可以让我们观察整个能源市场的模式。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能源的占比。那要怎么去计算这一种不同的指标？这些不同的指标的话，我们必须在不同的能源产品还有它的总数之间呢，必须要有一致的单位，用这个标准和统一的单位去计算。而且消化能源的消费呢，它也可以通过在不同部门的数据统计，反映出不同的经济活动等等。之后我还会讲，在能源密集度，还有对于能源进口的依赖，也可以帮助我们显示和做出其他的社经方面相关的指标。我们还可以去比较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同的区域之间的能源系统和体系。那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所收集的数据是能够具有可比性，而且呢，数据的质量也非常重要。我们看到关键的指标可以让我们观察到不同的数据差异性以及不同能源转化的效率。那么，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个能源收支平衡表的话，我们来看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衡。刚才我的同事已经介绍过怎么去设。对于大宗商品不同类型的能源产品，去收集这些数据，可能是通过我们的调查问卷，或者是通过国内的已经存在的一些数据收集的渠道。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一些收集的数据，从矢量单位转化成能源单位。我们要怎么做？让我在 Menti 上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质量转化为能源单位，我们需要什么？这边有三个不同的元素。好的，我们有三个选项：密度、热值或者含碳量。好，我看到许多人都了解这个概念。正确答案的确是热值。热值它
代表的是能源，它每个质量单位的所含的能源。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旦有这样的相关的产品数据，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为热值，再转换可能成不同的单位，或者是表示的形式，最后可以帮我们，建构这样一个能源平衡表。讲到了热值，它是每一个质量单位所能够取得的热量。所以它是热量单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对于建构平衡表很重要，它也是数据质量的一个关键。让我们看这边一个例子，第一，我们比如说煤，它是以千吨来计的。那么它这边的统计差异是零，那么这边是有以热量净热值为单位的，在我们以净热值来计算的话，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的数据差异是200个千泰焦，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数据差异呢？如果我们看热量流的话，在供应面，它的热量流是比需求面更高，所以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差误值。所以这不但影响到物理，我们要考虑到不仅是物理质量。也要考虑到它的热量。这方面有几个不同的选择方法。那么我们在国际能源署这边呢，主要是根据国际统计数据的建议，来做。我们的方法是基于这一些建议而选择的。首先，我们必须要统一它的能源单位，所以在 IEA 我们选择的是焦耳，比如说钛焦或者是皮焦，用它来计算。我们之前用过不同的，比如说之前用过铀当量，所以在过去我们很多的出版物里面。都是以铅桶的铀当量来计算的。但是呢，这个能源单位当然是可以每一个国家自行来选择。另外一个选择是要用净热值还是要用总热值来表示？我必须要跟大家在这边做个区别，它是讲的是。在燃烧的时候，它所产生的水蒸发的，这个造成的热的这个延宕而造成的。所以，我们这边 IEA 的选择的是用净热值来表示。Values, for instance, the 因为总热值和净热值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天然气它的总热值是比净热值要高10%的。那之前呢，已经讲到了热值乘以时间，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对于能源平衡的计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仅仅是对于某一个年份需要有热值，你还需要有不同年份之间时间推移上的热值的变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品品类流动的热值，这方面需要开展很多的工作。在计算收集热值的时候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呢，它对于高质量的能源统计非常关键。IEA 的话，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关于热值的方法去追踪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不同维度的热值变化。
那么另外一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也是在能源平衡计算当中啊，怎么去决定依次能源的替代品，尤其是针对不可燃烧的燃料。那有一些燃烧的燃料的话呢，比如说天然气、石油等等。我们知道哈，一个这个燃气厂它能够发多少电，我们也可以去测量有多少天然气进入到了这个燃气厂，所以我们有投入也有产出。但是对于不可燃的燃料，比如说热能啊、风电、光电、风能、光能，那我们有一个产出值，我们知道能够生产多少电力，比如说哈，太阳能产了多少电力，但是呢，到底是在能源平衡当中，这个太阳能的投入是多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方面的选择，尤其是对于那些可再生能源用的比较多的国家而言啊，很重要。那么第一步就是需要去界定一下一次能源是什么，在每一个能源产品当中供应这一部分的话，一次能源的形式是什么？我们一次能源是一种形式，它是让多个能源都有可能的。比如说，这是热，那么热的话呢，可以产核电，有地热，有光热。那么这是电力，电力的话呢，水电、风电、波浪能、光伏等等。那么一次能源的形式，也就是说第一种，可以让其他能源产生的第一次的一个下游的形式。那我们知道了一次能源的形式之后，怎么去计算一次能源的等量？那么 IEA 虽然选择的是物理能量含量法，在计算一次能源相等物或者相等量的时候，首先呢要去算一次能源形式当中的物理能量含量。那么在这里的隐含效率，用我们这个方法啊，可以这样算出来。比如说在电力的话，如果把电力作为一次能源形式，那么用它的物理能量含量方法的话，水电方面是100%，风电也是如此。如果是热能，那么它的效率将就会不太一样了。我等一下会具体的解释一下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看，假设现在有来自于风电的1000 太焦能源，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能源的产出是多少？我们需要计算一次能源等量，然后把它放到能源平衡的投入当中。知道呢，一次能源形式在风这个方面啊是电力，而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电力的一个产出值，所以呢，隐含效率就是100%，因为我们是把电力转变成电力。那这时候就需要把1000 太焦的风放到我们能源平衡当中，作为供应方的数据。这就是用隐含效率的方法。隐含效率在前一页幻灯片上已经给大家列举出来了，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次能源形式转变成一次能源等量。在这里可以看到其他例子哈，核电、地质、热能等等的情况。那么作为总结，一次能源等量就是看能源的产出再除以一个隐含效率。我们做一个快速的例子啊，也是用 Menti。那么，光热就是太阳能，它如果是产出了1000 太焦的电力的话，那么一次能源的等量是多少？那1000 太焦的电，那我们需要知道它的一次能源等量是多少。在这里有一个小提示啊，在太阳光热这个方面，它最主要的一次能源形式是热，也就是呢，要把电力的产出转变成一次能源形式的这个热。
好的，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回答进来了。在这里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3030泰焦。现在有1000泰焦的电，这是我们的产出。我们知道呢，一次能源形式从光热当中的话，最主要是热能。在这里的隐含效率是 30.3， 也就是需要把1000泰焦再除以一个33%，然后就算出来3030这个数字。这次没算对，没关系啊，因为在等一下的练习环节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去看一看这个概念。好的，我们之前讨论了方法论，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EA 能源平衡的一个布局。这是基于国际能源统计建议这份文件而做出的，也和不同的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布局方法是兼容的。来看一些结构上面的比较重要的特点。首先，这里是供应，然后有转化以及最终消费部门。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石油制品当中写的是零，然后电力这里也写的是零。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电厂，在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石油生产者。为什么写的是零呢？为什么产量写的是零？因为石油制品和电力是二次能源形式，所以他们的产出是转换过程之后才出现的。那么在能源平衡这个图当中，我们只能把它放到转化这一个项下，而不能把它放到这个本土的生产里面。所以呢，只有一次能源的产量可以被计入到生产、计入到产量这个列表表格当中的这一部分。再来看一下转化部门，可以看到石油产品的炼厂的产出是如何被计入的。在这里有个负数，转化部门当中代表的是投入，正数代表的是产出。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炼油厂，你可以看到原油它有个负数，也就代表说这个原油有这么多的量是进入到炼油厂。然后再看一下石油产品，它是个正数，这个正数意思是说从炼油厂出来的这些产出物。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概念，而且也非常有用啊，因为在总计这一栏当中，总计这个列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转换过程的总数，所以呢就可以加总在一起之后去看一下炼油厂的损耗，在这个专门的转换过程当中炼油厂的损耗是多少。当然另外一个能源平衡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总计这一部分，我们看到有总能源供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好，大家现在对能源平衡已经比较了解了，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怎么使用。像之前所讲到的一样，你可以把能源平衡的不同内容结合在一起，和社会经济指标，比如说人口啊 GDP 放在一起去看，那这就可以给我们创造出许多非常有用的指标，去看一看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的状况。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能源供应总量，人均能源供应总量这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对于能源的获取和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变化，看一看住宅居民随着国家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对于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多。另外一个项非常有意思的指标就是和 GDP 相对比啊，去看一下能源供应总量，那么也就是我们的能源密度、能源强度，去看一看这个国家它的效率程度，就怎么样把能源转变成一种资金方面的产出。我们是希望这个数字不要太高，因为数字比较低的话就代表说啊，这个国家把能源转化成经济产出的一个转化的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这也是我们在分析当中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指标，然后去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情况。
还有一个指标是看自给自足的程度，这就是需要去对比一下产量和能源总供应之间的状况。以前的话呢，是用这个指标看一个国家的能源保障程度是否有能源安全情况。如果说自给自足率，就是和供应总量对比的产量的话，假设自给自足率是超过一个百分比，就代表说这个国家它的能源是自己够用的。如果说它的比率比较低的话，代表说这个国家它需要进口。那最后，我们再看能源平衡非常重要的一题，就是用能源平衡啊，可以计算出二氧化碳排放。当我们有了平衡之后，那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要去计算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量。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对于去看一看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重要的。能源平衡也出现在了一些官方的文件当中，比如说可持发目标的描述里，7.2、7.3、9.4都提到7.2关于可再生能源，7.3关于能源效率。所以 REA 的能源平衡啊，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被用来去追踪计算可持发目标的实现。那作为总结，稳健的能源平衡呢，是需要良好的高质量的统计，也就是说需要物理的数据，也需要热值，它们是一种关于能源信息的非常密集紧凑的来源。也就是说，一个能源平衡的数据就可以让你能源平衡的情况就可以让你知道整个国家的能源体系的情况。另外的话呢，让我们可以对于能源统计啊有非常准确的检查，比如说转换效率、统计差异、损耗等等。而且呢，它也组成了基础能源指标的基础。还有二氧化碳预估方面的一个基础。非常感谢大家认真倾听我们的专题介绍。现在我们有一个问答的环节。我还想说，大家可能看过这些链接啊，如果你对于能源平衡方面有更多的需要更多信息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一看。或者是有任何问题啊，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回答的话呢，可以通过电邮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